安心的去做楚家的少奶奶，听话好吗？妈。跟我来。如果你的胃疼跟离婚一样，也是做戏，那你我分辨不出来。我没有演戏。那好吧，如果你这么在意的话，那你先提离婚。不要再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你明知道那个人是不会同意跟我离婚。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而且我也不想要你们家的2000万礼金。无论如何，咱们离婚吧。你胃怎么样了？现在我们可以解除婚约了吗？宋安乔，我发现你不当演员真的可惜了。不过既然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我没有，我是真的想和你离婚。
那你去找那个人说吧。我打不到。楚飞远，楚飞远，楚飞远！飞远，你个大变态！楚先生，我刚才不是故意骂你的，我刚才是在做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真是不知羞耻！明明是你自己昨天晚上喝醉了，还赖在沙发上不走了，你还把我……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只是在这里借住了一晚。我看你是想住在这里一辈子吧？我没。为什么我每次从这里出来都要这么狼狈？那个楚长明又是谁啊？我听说他在你那里住了一晚，看来你是接纳了他。半个月后婚礼照常进行。他住了一晚上是不假，但是你的阴谋诡计休想得逞。我不管你什么想法，总之这婚你不结也得结，这人不娶也得娶。宋安乔，你到底是谁？佳琪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宋安乔，
我怎么感觉我是来给你干活的呢？我这都忙活半天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出了点意外耽误了。跟你讲，像你这样的外地人做什么都是要拼命的，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影响了整个店的业绩，你是要负全责的。我这不差一分钟还没迟到吗？宋安乔，我就跟你明说吧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作，马上就要转正考核了，我可不想被你拖了后腿，以后注意点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买点什么吗？跟我走。哎，宋凯干嘛？你不就是有个男朋友吗？看一会儿店长来了你怎么叫的。楚飞远，你放开我。闭嘴。